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它要你求这个函数，二次函数哈，跟 x 轴在区间哈三到六之间所围成的面积。好，那这个面积呢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从三到六积分。好 ，x 平方 ，dx。那平方积分呢，就变成三次方嘛，所以这是三分之一。x 三次方，三到六，三分之一，六带进去，六六三十六啊，就三十六，啊再乘以六，减掉多少？三带进去是等于三乘以九，那这三可以约掉，三二得六，啊这三一得三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七十二哈，减九，三，六十三，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六十三。